为了利用好关公文化搞旅游，山西运城究竟可以有多拼？豪掷2亿元修建80米世界最高关公铜塑像，这尊高大巍峨的关帝圣像塑在运城盐湖南岸关公故里长平村南的中条山北坡，总高度达80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关帝铜像。一手提青龙偃月刀，一手捋美髯飘须，分外伟岸壮观。整座塑像消耗铜500吨，铁2000吨，水泥无数，总造价高达2亿元，耗时2年完工。在人民心中，关公是义薄云天的武圣人，是出门行路的守护神。无论东西南北中，不管黑道白道正道外道，不管求财还是保平安，人们都会拜关公。关帝跟前拜一拜，去病消灾，转运来财，